看标题应该就知道今天的影片是要来介绍安全帽。简单说呢，就是我买了一顶新的四分之三帽。那这一次买的这个牌子比较特别，它是来自意大利米兰的 Eerie 安全帽。然后这个牌子我会买它，是因为上一次我回台南投票的时候啊，我带我妈去逛安全帽店，台南的人生物品店呢，她有推荐我这个牌子，我觉得这牌子还蛮少见的。看了一下它的内衬，我觉得它的内衬通风性设计的还不错，就心里有一个底，然后回来做一下功课之后，就决定还是买这一顶回来了。款式来说，目前台湾有卖的 Nova 有分 1.0 版跟 2.0 版。那起初我看到的花色是 1.0 版的，其实我对 1.0 的花色还蛮心动。1.0 跟 2.0 的差别是在于 1.0 的话是以他们当初设计欧洲人的头型为主， 2.0 是针对亚洲人的头型调整之后的版本。那这边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亚洲人跟西方人的头型差异，主要是因为亚洲人的头顶会比较圆，那后脑勺比较平，西方人刚好相反，西方人是头顶比较平，然后后脑勺的弧度比较大比较圆。照这个状况去设计安全帽的话，亚洲人去戴西方人头型的安全帽，就会发生说头顶或者是你的太阳穴会很压迫，但是后脑勺却空空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以台湾来讲，进口帽大家还是以日系帽为主会比较多。当然这也不是绝对，安全帽这种东西还是实际去试戴才是最准的，毕竟每个人的头型先天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存在。为了长久佩戴的舒适度呢，我还是舍弃了很好看的 1.0 花色，买了 2.0 的版本哦。2.0 虽然花色比较少，但是还是有不少好看的款式。希望之后在台湾能够买到更多 2.0 不同的花色可以选择。讲到安全帽嘛，毕竟它要安全，最重要的还是认证啊。那这顶安全帽就是有美国的 DOT 认证之外呢，它在欧洲的 ECE 认证跟台湾的 CNS 都有通过认证。我们先看安全机构的部分，比较新式的安全帽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袋子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勾勾，那这个是紧急脱出啊。你今天遇到紧急状况的话，救护人员他要把你安全帽摘下，他有可能会因为要移动安全帽的时候影响到你的颈椎，让你有二次伤害，所以比较新式的安全帽都会有这种安全的快拆的机构。我们去看它这个内衬的扣点啊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滑槽是往前的，就是搭配它那条红色的带子。假如说伤患已经倒在那里了，我如果这样拔的话，上下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，那我就可以快速拆下它的内衬。两侧都可以快速拆下之后呢，它这边有松动的话，安全帽就可以比较轻松的脱离驾驶的头部。好，反正都拆了嘛，我就看一下它里面的构造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装蓝牙耳机嘛，所以他们也有帮你设计好耳机孔的位置，不会说你装了蓝牙耳机会有夹头夹耳朵的问题。但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进气口，那目前是关闭的。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气口，它的出风口呢是从后面，风从这边进来的时候啊，它可以把你头顶的热气从后方带出去哦，就变成说你头顶戴久了也不会闷闷湿湿的，然后汗都集中在头顶这个位置。内衬的部分它是用阳离子的蓝布，它的透气性好，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臭，而且它的耐用性也会比较好一些。边缘这里啊，它都是做鸡皮的实感，手感会比较好。这顶安全帽它是有设计眼镜钩的，它这边的海绵啊是空的，戴久的话比较不会有眼镜框夹头的问题。我们把海绵内衬拆下来的话，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是扁的，眼镜可以进出，不会影响到佩戴的地方。把它的内衬拆下来，超深的导气槽，这是它上面的进风口，然后还有后面的出风口。我自己也戴了一两个礼拜，其实你假如说有开头顶的导气槽，是真的可以感受到头顶有那个风要进来的感觉。它的扣具形式呢是这种安全的金属扣，就是它的使用方式，你就插进去嘛，插进去之后你这样拔，它是拉不开的。你必须拉这条带子，拉了之后往下拉，才可以拉开你的安全帽扣。这个应该算是前按的镜片了。安全帽的下面这边啊，它有做一个盾，就是可以让你在掀翻镜片的时候能够比较好施力，因为它每一段其实还蛮紧的。这顶安全帽它也有内磨片的设计，你往这边往下拨呢，这也就是它的内磨片。我比较在意的地方呢，因为内衬这种东西其实我洗的蛮轻，它这个内衬啊都可以拆下来洗。他们目前啊，你这种内衬配件啊，或者是镜片啊，都买了一道备品，不用担心说我今天买了安全帽，那后续的保养维修会比较麻烦。然后像Eerie它现在引进台湾之后呢，其实全台北中南都会有经销商啦。我觉得安全帽这种东西还是要去实体店面去看一下，我会把他们的经销商的店家位置啊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有兴趣的车友，假如说你想要去看看实体帽，你也可以去这个地方看看嘛，反正看不用钱。而且我觉得安全帽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一定要试戴，不是每一个人的头型都是合的，你要去试戴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头型合不合你。今天呢就是一个很简单
的新帽帽开箱。那我应该就是把我旧的那顶四分之三淘汰掉，大家之后应该会常常看到这一顶安全帽出现在画面里面。那也希望像伊瑞他们之后能够进一些他们公司的全罩帽款啊，我觉得也可以看看啊，种类越多的话，消费者也会有更多的选择啊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子，简单的新帽帽开箱影片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